再次保卫和平。心中的正义谁来听？新世纪由我们来教训，向希望飞，向目标追，我向前飞，向终点飞。自投罗网。超人们在魔法师章鱼老师的帮助下，成功让人鱼公主恢复了原形。原来是少了鲸鱼的荧光，怪不得我一直没法恢复魔力。我的魔力终于全部恢复了。我们说过会帮你姐姐恢复正常的，不过袭击灵儿的凶手还没有找到。灵儿公主，快告诉我们袭击你的人是谁，上次让他逃了，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。预言中说的红光出现了，我们要快。袭击我的人是一个魔法师。记得凶手长什么样子，那你可以把他的样子画下来。我有更好的办法。你们一定要帮姐姐捉到凶手。放心，只不过凶手性格狡猾，我们一定要打起120,000分精神，不能让他接近灵儿公主。嗯，没错，绝不能让他接近宫殿一步。天心顶之川，我是来自首的。叫什么名字？乐呵呵。职业？魔法师。住在哪里？暂时住在海底的海盗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什么袭击灵儿公主？我要挖海底的喀洛斯金属，因为有污染，我怕人鱼公主阻止我，就先下手为强了。把你的来龙去脉有多少说多少，一点也不许隐瞒。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想当年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一个婴儿的啼哭响彻夜空，我亲爱的爷爷就这么出生了，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。算了算了，你长话短说，为什么来自首？我几次任务失败，老板肯定饶不了我，想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比较安全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上缴财产的诚意。身为魔法师，有点魔药很正常嘛。身为魔法师，随身携带武器也很正常。我就住在海底一角的海盗船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查。我还是觉得乐呵呵可疑，可是他的表现很真诚，连魔杖都交出来了。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也要先保证灵儿公主的安全。我和粗心超人去保护灵儿公主，小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去海盗船调查他说的老板，花心超人留在这里看守他。我也可以一起看守他，我保证，我不会像上次那样捣乱的。行了，他就和我一起吧，放心，我会看着他的。一
别挣扎了，这是特殊的水草，你越挣扎就会捆得越紧。而且只有我们人鱼族的鳞片才能割开。花心超人，里面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本主角看着不会有事儿。喂，那个不爱说话的，你和甜心超人怎么样了？安全到达。预言中说的红光越来越明显了。甜心超人，你那里有什么发现吗？喂，喂，甜心超人，小心超人！啊，糟糕，他们有危险！你看好乐呵呵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把你姐姐弄伤的吗？我用魔法狠狠地攻击她。本来我下一步计划就是夺走她的歌声。听说你们人鱼被拿走歌声就会变成泡沫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要怎么不放过我？和我单打独斗为姐姐报仇吗？你敢吗？你只是个会搞破坏的小屁孩而已。你居然敢说我是小屁孩？你还真是说对了，我确实只是个小屁孩，怎么惩罚你是超人该做的。切，激将法而已。甜心超人，小心超人！花心超人，我在通讯器里呼叫你们，为什么不回答呀？呼叫我们？甜心超人，小心超人，花心超人也在。粗心超人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刚才联系不上你们，开心超人让我过来看看。我们没有收到你们的呼叫，这里有很强的磁场干扰。我就住在海底一角的海盗船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查。我们没有收到你们的呼叫。糟糕，中计了。小亚，小亚，乐呵呵呢？切，激将法而已。快，灵儿公主有危险！她来自首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更容易接近人鱼公主。本来我们已经牢牢看守，没想到还是中了她的诡计。冰冻之火，开心超人，人鱼公主终于捉住你了。住手，不可以。你的歌声是我的了。开心回忆镖，
消失吧，超人们！天行者队长！我们成功阻止预言的发生了。我都坚守考验，哦哦，嘿，是在挥挥手，初次见面的新朋友，嘿，再挥挥手，后悔又起我的好朋友。哦，星河一望无边，新的篇章由我去写，就在今天，路在脚下，一直不停走。回头，希望之光就在突破后，只要我们能坚持守候。